在浴缸里蹦迪的没见过，给浴缸做足疗的更没见过吧。前两天给浴缸做了一个假肢，全国网友都轰动了。这就是我们当时装的第一台大浴缸，两个人安装的，用的是水泥。这是第二天水泥凝固的一个状态，当时我就说过了，第二个浴缸我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装。我到了小超市买了一包彩泥。视频大家看到的时候可能有点晚，看当时正在高考，好多地方都不允许干活。不过我们安装浴缸的地方呢，距考点是比较远的，是可以干活的，但是尽量不要打电锤。上一期视频我说了抛砖引玉，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有很多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办法，想要互相学习的大家也可以关注评论区，到底谁的方法好一看便知。不过也有大咖说了，你又想套我的技术，我就不告诉你，那就没办法了老铁，我就把我的技能给大家分享了吧。上一期视频我就讲过，这个浴缸我会用另一种方法来给大家抛砖引玉。在没有正式操作之前呢，我先把浴缸放到池子里，就是想看浴缸的四个边和这个池子的瓷砖是否齐平，看它有没有凸起。当我把这个彩泥拿到手里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感觉呢？估计同行的很多老师傅第一时间应该知道我的操作方法了吧。此时此刻看懂的就可以划走了，如果你还是一头雾水，那你把这个视频坚持看完。和我们上个浴缸同样的操作方法，先把下水管接好，上水管接好，打开搅阀，然后开水先做试水，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试水的环节呢，没什么好讲的，就是一个测试的过程，所以我们一笔带过，直接奔入主题。在小超市花了3块钱买了这一包彩泥，就这玩意儿我小时候是没玩过，估计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都没玩过吧。用它来操作灵感是来源于我家孩子以前用它做过一些小东西，塑形的效果还特别好。浴缸重新立起来，下面也没有漏水的痕迹，那我就放心了。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浴缸足疗。地脚螺丝呢全部都调高了，现在都不挨地，它是一个悬空的状态。现在我们用这种彩泥一对一，需要8个，把每一个地脚螺丝呢都包起来，然后我们凸起个几公分。所有的彩泥包好之后呢，又用这个保护膜，这不叫保护膜，这叫什么膜来着，然后把每个底脚都包住，包住的作用就是防止它会粘地和地面粘接在一块，一拔然后彩泥掉地上。全部包好之后，只要我们把浴缸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哎，等它定型个几分钟之后，我们看效果。选择用彩泥呢，就是它的定型效果非常不错，不会产生那种泡沫效应，然后你一抬它就膨胀了。你看，这就是压完的一个情况，每一个几乎都差不多。可能有人会想到，就这样不行吗？我怕它承受一缸水的压力受不了。哎，这个平面是10公分，多2毫米。知道了这个数据，我们把彩泥扒了，然后调这个螺丝，调到差不多，哎，102，把这个螺丝一锁就行了。这个的高度是96。两个地脚螺丝的高低误差为什么会有5-6毫米呢？主要因为它地面是有坡度的，不平。如果用尺子去一个个测量的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上一期更有老铁说，先放一个人下去，然后把浴缸放到位，然后让下边那个人把这个调好，然后再把它捞上来。我估计放一个人够呛，放一只小猫差不多。以此类推，把所有的螺丝呢都调节出来，看这个就像一个蘑菇。关于安装或者是维修的视频我已经做了有4-5年了，每一期视频的操作方法都是多年的工作经验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现场的一些应变能力，每一个视频也都是真实的案例，没有哪个是给大家做的摆拍。我的想法也很简单，通过我的分享和我的一些经验给大家通过视频的形式展现出来，能够帮助到全国的同行师傅们在干活的过程中扩宽一下思路，提高一下安装速度，提高一下自己的技能。
目的只有一个，大家干得快了，干得好了，方法对了，那就可以多赚钱。毕竟干这一行的没有什么富二代，没有什么百万富翁，都是穷苦家人的孩子，没有依靠，全靠双手，个个都是凭苦力赚钱。所以大家应该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只有共同进步了，我们才能在这个行业里面站得住脚。同样的条件下，用这个方法可能会比水泥更加方便，但是我们遇到不同的情况就得选择不同的方法。抛砖引玉，还是希望大家有好的方法呢分享到评论区，让咱们共同进步，共同学习。